还往河道跑，兄弟，河道可以加速，我看寻死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中单这些小卡的米好，上单那些右路伤害有的，妈这个龙王脆的一逼，直接挂点蓝，粘到脸上，跑都跑不。 上来有什么好抓的呢？请问，爆炸吗？抓三！一只猪都值得你们去抓吗？下路也被抓了呢，没脑子的。 我想退了，我不想玩了，这好没意思。他玩个混子，你都要去帮的，差不多是时候了，又死了吗？ 小号打的有点没意思，我也不想打这小号了。这游戏玩的好没意思。这小号有点像我前段时间大号的，把都有力。那打野只会帮上下路，绝对不会来我那条路。 这龙王掉头好搞笑啊！这龙王，你们看他的掉头没有？好搞笑啊！我靠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呵呵他看到机关部队马上掉头，他不想送两个，有意思。我看这龙王掉的很有意思。他飞过来，他要死，他五级，我还有疾跑，那他有大招。
留不住，留不住。北月塔杀的，是妖还是鬼妖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哦吼，又祭掉喽！我听到你了。你干啥？你一个人？真的就你一个人？还看不？他大大冲死你！你看。没拉着你的，哎呦，下来杀了，跑起来了一波。妈呀！这机器人好吓人！妈了个巴子！对面打野大，我 EA 点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我点了之后挂的，别秒了呀！大没给出来，死掉了！哈哈。他好难受啊！我再看他给不给大。他给大啊，给大我，等他大到快结束我再挂点了，他不给我就一下点了直接秒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怕人呢，好像有点一招了。他妈的，吃我塔皮了，大哥！靠，我一塔没啦！我听到你了。
恶心一下他。 哎呀，技能太多了呀，打不过来。啊！别去了！
奇怪呀、啊，这游戏。嗯，杀不完的人。哎，我感觉他妈我一个人要杀全部啊！我杀了个机器人，再杀了个上单，这里还有好几个，感觉没什么战斗力啊！他们，我杀不过来啊，太多人了呀，全是他们的人。好，这怎么杀得过来？我听到你了。秒不掉这个千珏，不能立马把他大招打出来给我开。这要是王者局就好了，王者局他们肯定能手法很快。这种局他们手法太慢了，要比螳螂无忌过来瞬间跟技能顺把他打出大波的打残就打赢了，打不出来。这个优先级真可以，兄弟们！我E过来了，看到没？他E走了。正在路上。可以。没看见你，兄弟，好快点。我的金身没啊，那我想一下金身。点了点了。游戏好难呀、啊，现在。好，赢过了。踢啊，兄弟！你踢这里不如踢塔，哎，这塔没保住你，我靠，你这好蠢啊，感觉。有猪！我让你保塔不算，不算你踢兵的，你踢兵有什么用啊？好笨呐、啊！我的五杀，玩你老木！
操！我这五杀，但是那个女魔刀也其实不好拉。毒没了，我伤害好高，给他烫成麻花了。 别跟他们带了呀，他们带起来了。正在路上。走过去，我得出事。 不该跟老鼠一起进去，那行吧，换掉。哎，这老鼠进去了，我不进去好像不行啊。他往里面冲了。 我不进就等于卖了他，我进了等于我死了。左右不是，本来是不该进去的，他死就死，他那个位置进去就是错误的。我进去也摸不到，跟着他进去，可以。 这把好蠢呀、啊，兄弟们！二杠死了都。清楚。 太好冲了呀！我大名。我希望你们自觉点跑。 你们是不会走吗？就好像你们在生一样啊！天哪！我真的想点了呀。 不是我心态不好的问题，你们怎么这样子啊？点信号就是这里射射射 AA， 还跳上去减速，有什么好减速的？靠！我都不想打了，刚才我没大了，拖吧拖吧拖吧。 希望你们这一波别搞事，我剩个16级。
来来来，小石头我都不是，说过的，国服这些人很蠢的，很蠢的。我不在旁边当保镖，他会死给我看的。这些人玩游戏的，小心小心带小，贴身保镖，他不看队友的。 死了就是你不来的，根本就不会想着我。他死之前，他不会想着这个队友能不能跟得上的，这是难搞的，这是偷的。 三炮，这辅助啥都没开出来，这边又救了一下我们这个打野，他妈回来被机器人勾死了还是怎么的？没咋注意，好白给呀，兄弟！ 伤害人，更新够了，51的韧性，都有点废，我再把这补伤害。唉，法术，我拿什么打大龙？拿着机器人打大龙可以，那倒是挺难。龙王。 其实没按出来，差点被他收集者收出来了。哎呀，机器人自己人呀，这机器人没这个人，我们这几个队友怎么赢游戏？象拔蚌。 自己人，可惜不能给对手点赞。